谁在哭哭？谁在哭哭？快点，要吃蛋糕了！蛋糕了！吃蛋糕了！吃蛋糕了！吃蛋糕！来吃蛋糕！吃蛋糕！蛋糕哦！哦！你们要不要呢？等一下再结。好嘞，我想让你上灯去。那我都说早上顺便。哎，我说的不是在那边吗？晚上的。过来。早上没有吃的。你们怎么没有吃？他的中午没有吃早饭吗？好了吗？要开始的吗？还要点蜡烛咯，唱生日快乐歌哦。你带队去关电灯。我十岁。咦，三个啊。开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许愿，许三个愿望，两个讲出来，一个心里面，两个讲出来，愿望三个。这个希望功课，希望哥哥，我会写完。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哦，然后姑姑车行赚大钱，然后最后一个自己想。吹蜡烛，融化了，那个融化了。吹蜡烛，好，你切。切吧。要先切给谁？你可以先切给我，可以切给奶奶。奶奶要吃吗？要。奶奶你要吃吗？怎么了？奶奶，奶奶。先切切切一小块给奶奶。小块给奶奶。奶奶喜欢吃。不能给那个手吃到手脚呢，要不行。吃一点点，奶奶吃不多。吃一点点就好了，意思一下。然后往下，你这样抠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打。再进去一点，再进去一点。太急了。盘子要准备啊。别怕它掉下来。对，太多了吧？哎。而且太大，早上可以吃啊。我可以吃吗？太多。那给大姐，不要又拿。等一下，我掉了。再切一块小块的给奶奶。小块的给奶奶。我要吃这个。自己拿。奶奶吃一点就好。哇，软糖。来切，切块给大弟阿姨啊。啊，叉子嘞。叉子哪里？小的哦。在这里呀，在我这里。大姐有吃吗？大姐在这里呀、啊，没有。还有手会摸。等一下，大姐帮你。这是你盘子吗？你在这里。好的。十岁了，会了。我要帮忙做家事哦。给你。会拿回来。我等下会拿回来，谢谢哦。下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。电话，姐姐长大哦。你自己拿我。我想到了，你把那个奥利奥是那个轮。对啊，我要切有奥利奥的地方。我的怎么那么大块？我的太大块了。你还有奥利奥吗？大弟，你要吃奥利奥吗？啊？你带在这里有奥利奥，你要吃吗？好。
大的眼睛，大的眼睛，这是我给弟弟吃的。两个呢？这是给大的眼吃，大的眼。啊，这个给你的。哎，这个要编吗？妈妈想要吃，可以。啊，不要编吧，给你的。对哦。哎，你要吃吗？大的眼，你要吃吗？还有一个要拿回来，忘记拿，放在冰箱。大的眼，你要吃吗？一点点还是？这样就好了。可以给我分一半吗？都会拖我。我今天是不生病。大弟的，再放用这边这个压。大弟来的。啊，大弟讲改啊，早点做乖。不可以的。哎，对他怕人了。是不是真的？对，哎，不要动。叮。好吃吗？哎，你有发现吗？谢谢。叮。奥利奥，我的奥利奥，嗯，我没有奥利奥。好了，都有吃的，那这个留给姐姐，等一下冰起来。明天姐姐，有跟她说你生日有买蛋糕，她说好，也不回来。现在她要回来。好吃吗？好的，徐睡的，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大姐，拜拜。拜拜啊。大家拜拜啊。